喺七大工业国同国际经贸组织嘅推动下，全球正迈向一个新纪元，世界经济将会更趋一体，市场更自由，商机更多。发展到今时今日，全球化已经系一个不可逆转、不可抗拒嘅洪流。有一种讲法，全球越走向一体，国与国之间嘅差距就越少。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最富有的385亿万富豪的财富，相等于全球25亿人口的总财富。而全球最有钱的20%人口和最贫穷的20%人口的财富差距，40年来不断扩大。实际上，全球的经济状况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一体化，或者是流动得那么自由。譬如在貿易或者投資上面，大概現在很多的統計都指出，全球的貿易或者全球的對外投資有大概70%左右是在三個地域裏面進行，歐洲、美國和亞洲，譬如日本這些比較發達的地區。真正落到去所謂全球範圍，包括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非洲、亞洲的東南亞其他的地區，其實很少。推动全球化的人认为，自由贸易正正是要去解决贫穷。反全球化的人批评现在的全球化只是企业全球化。我理解的反全球化，其实真正的做法其实是反紧垄断，或者是反紧经济集中，或者是经济是不平衡的发展。1999年11月，世界经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正反双方短兵相接。今年7月20日，意大利热那亚八强峰会开幕，30万人示威。Those who claim to represent the voices of the poor aren't doing so. Those protesters who try to shut down our talks on trade and aid don't represent the poor, as far as I'm concerned. We have to say to the urban governments, don't go anymo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y say that they want to open the market to help the people. Don't believe them. Bush is a liar when he told that.We were against the poor people, and then he was helping them with the free trade. 示威者抗议全球化，抗议富国拒绝扶贫，期间警民冲突，一名示威者中枪死亡，77人受伤。作為一個中小企啦，抬頭睇路啊嘛，係咪？雖然要即係我哋要努力低頭拉車啫，咁但係就眼前真係我哋冇能力去判斷對我哋有幾大衝擊嘅。香港中小企業商會會長陳國威本身係做製衣嘅，早喺14年前已經將間廠北移。全球化鼓吹嘅企業地域分工。降低生產成本，佢話：適者生存，製衣廠嘅廠商早早已經學會順住個勢走位，唔到你唔去行啊！咁所以即係話呢個潮流真係推住我哋向個方向走。中小企好驚全球一體化會出現咗好多巨無霸，佢侵蝕咗我哋嘅利益。但係你想生存咧，你唔去做巨無霸咧，你好似又可能冇得生存。中國入世在即。全球化步伐越走越急，陳國威話：香港中小企業又驚又喜，遍地嘅競爭對手由國內蜂擁而至，走位唔夠快嘅就會被全球化洪流淹沒。中小企本來就唔想變咁多嘅，但係咧，因為你啲高嘅政治家喺上邊定咗個規矩出嚟，改變咗現有嘅客觀條件，於是乎我唔變咧，我會被淘汰。
不過老實講啊，即係從呢個角度睇，就係話世事好多樣嘢都真係無奈嘅。即係你要從無奈角度睇啊，因為佢哋定咗遊戲規則出嚟，我哋只有遵從咯。翻轉頭講就係話，等於我哋做廠嘅啫嘛。我哋本來專心去做製造業，咁啊點啦？當年突然間推出咗個 quota 制度、配額制度，我哋幾慘啊！啊，做製衣嘅人啊，唔好講話嗰啲炒 quota 嗰啲大鱷啦，嗰啲就梗係賺到盆滿缽滿啦。從呢啲角度睇，不公平或者無奈嘅現象，其實係遍地皆是嘅喎。呢啲大炒家基本上係吸血鬼，我哋做一件衫可能賺一毫，佢炒一件衫嘅 quota 可能賺一蚊，但我哋做到趴喺度啦已經。大潮流底下，咁你哋係啲咩咧？呢個大潮流底下，我哋都仲係講翻，就係我哋保持自己嘅警覺性，真係兵來將擋嘅咋，即係等於我哋都唔係用將擋添啊，我哋係弄潮兒啫，都係我哋揸住個浪板。總之，你夠膽，你捱高人膽大，大夠膽食大浪，唔夠膽食細浪，順住個勢走。我哋個世界嘅一體化越嚟越嚴重啦。我哋即係嘅工人要同全世界所有地區嘅工人同時競爭啦。我哋嘅商業要同時間從所有世界嘅商業一齊競爭啦。因此咧，如果你唔咁做咧，第二個地方咧就會咁做啦。譬如話你唔加班咧，第二個地方嘅工人就會加班，因此你個飯碗就俾人搶走啦。你唔不斷增值，譬如話讀完一個學士學位，又讀碩士又讀博士，第二個地方咧就會讀學士啊、碩士、博士。呢一種邏輯咧，其實冇現實根據。正如我頭先講，如果歐洲都算係一個世界嘅一個經濟重心，而長時期都係，起碼喺歐洲已經唔係咁嘅即係邏輯。我嘅理解就係主要係一啲大企業又好，政府又好，佢係希望用呢一種作為藉口，令到佢更容易管理，包括工人或者係學生嘅一個方式嚟。因此係唔係好有根據。如果我哋都太強調呢一種邏輯，或者係以為呢種邏輯真係反映現實嘅世界發展咧，嗰個危險性都好大。運營土車司機協會主席陳三才做咗26年嘅母公司，喺前年被跨國集團收購。佢以為有發展機會，點知公司要合併精簡人手，陳三才今年3月俾人裁咗出嚟。全球化推動的遊戲規則下，工人基本上冇議價能力。老闆講嘅自然增值就話你搏長條命啦去做啊。譬如你做8個鐘嘅，你就做16個鐘啦，咁叫佢增值。我哋想嘅增值就話喺在職時間，你提供一個在職嘅訓練俾我哋，呢個先係真正嘅自然增值。人係人嘅生存為乜嘢先？仲有一樣嘢就係所謂值。呢個所謂價值嗰個問題咧，就係話邊一個人嘅價值先。同時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我呢個值咧，我係為我自己尋找，定一話咧，你為老闆尋找嗰個值咧？學問又好少，就得個勤力，勤力佢唔係滿意噶嘛，佢唔會滿意噶嘛。嗰個時勢唔好嘅時候，大家嗰個心好怯，驚冇份嘢做，所以就去互相戰鬥。啊！賤賣勞力啦，無底價拍賣，幾平都做。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又最大感受咧，就係即係有咗全球化咧，嗰啲人與人之間咧就好冷漠咯，係嘛？即係大家即係同埋勞資之間咧，就冇種僱傭關係，冇種夥伴關係。我哋叫二級工人，但係好多機構咧就另一個名目出嚟叫三級工人，咁人工咧就少咗成3000蚊，比我哋少係3000蚊。但做嘅嘢咧就全部係一模一樣嘅。咁你老實講，一個咁樣嘅制度底下，你話大家同事會唔會有矛盾啊？喂，呢個咁樣嘅即係制度同埋呢個咁嘅影響底下，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都話呢個係咩世界？我自己會問下呢個係咩世界？
而家我哋喺面前似乎有一個機會，中國入世。其實中國入世呢個主題咧，其實係好多人有兩面嘅睇法。有啲人咧就認為係一個好大嘅商機，但係同時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如果唔長進嘅話咧，中國入世係我哋嘅應該講係我哋衰落嘅時候嚟嘅。香港中小企業商會兩個星期前組團到廣州花都考察商機，中國入世在即，花都會是日後三大物流中心之一。香港中小企業商會會長陳國威說，做中小企的要賺錢要生存就要早著先機。從一體化的效應你們已經知道，是不是企業可以隨便走位了？現在因為那個一體化之後咧，資金流轉得快啦，公司流轉得快啦，可能將來人員嘅職位都流轉得好快啊。係可以開發到5000亩，首期規劃有被逼去考慮平價嘅地方，於是乎咧，以前唔做嘅平價單咧，我哋都做啦。即係等於十幾年前我陸續由香港移咗間廠入嚟呢度。咁至於深圳會唔會十零年之後再面對同樣嘅命運咧？咁啊，真係睇時間，到時先知。鐘志平係上市公司創科實業嘅董事總經理，公司喺1980年創立，專門生產電動工具，多年嚟不斷合併收購，公司今日已經發展成一跨國企業，聘用員工10000人，去年營業額46億港元，產品行銷歐美。今年8月初，公司又再收購同一品牌的歐洲業務。你不能夠話我停喺度，冇辦法，巨浪冚暈你嘅。咁你一氣順住個潮流一氣去，你將你隻船你要擴大你隻船，然後頂得起風浪，再出嚟嗰個大洋嗰度，亦都捱得起風浪，亦都同人哋啊鬥得起。如果鬥唔起嘅話，跟埋人哋嗰只大船度都冇問題嘅。呢個遊戲記住，勝嘅就係你賺到錢，輸嘅就係你蝕本。我哋唔係政治家，正如我講，我哋都唔係經濟家，我哋都唔係理想家，我哋係一介商人或者工業人啫。咁我哋最終嘅成績表就係睇你賺唔賺錢。如果你聽日唔賺錢嘅話，你個股票會跌落嚟，係咪？呢個好現實嘅問題。所以 people 重唔重要？我覺得我哋依賴我哋嘅人，依賴我哋嘅 people 係咪？然後去發展我哋嘅業務係重要啊，係重要嘅 asset 添。冇人點會做得到嘢出嚟咧？所以我話人我哋要顧及，但係咧我哋嘅 end result 一定係要 profit。NGO。非政府組織的噪音合作社一向關注弱勢社群的權益，成員 Sally 7月在意大利見證了這一次震撼全球的反全球化運動。去 Geneva 那些示威者其實來自四方八面很不同的人，有工會的人，有關注環保的人，有一些是學生，所以形形色色的人都去，因為其實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有很多方面，咁冇一個團體咧可以處理曬所有嘅嘢㗎，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嗰個搞手咧，其實有成幾百個嘅團體咧係參與喺呢個咁嘅活動嗰度嘅。其實係成個禮拜都有好多嘅工作坊啊，好多嘅研討會咧，係講好多好唔同嘅問題，譬如話貧窮問題啊、第三世界嘅負債嘅問題啊、環保嘅問題啊、工人權益啊、公民權利啊，但係傳媒只係講。就集中講一小段時間嘅暴力嘅事件，就唔會報道究竟佢哋所關注係啲咩嘢咯。因此就話佢哋點解會喺咁多年嚟咧，不斷都喺唔同地方講咁多嘢咧，務求令到就係話啲人個意識上邊咧係了解到而家呢個經濟模式咧係有問題嘅。汇丰银行未来3年會減少1200個處理資料嘅職位，將工作北移到廣州。冠中游览车公司计划解雇近450個司机之后，再用较低的薪酬请翻佢哋。生产同销售内衣的戴安芬表示，会裁减400個生产部的员工。电信盈科主席李泽楷会开记者会，详细解释裁员计划嘅。
中國銀行集團合併重組，屬下一半員工大約6000人要接受甄選才可以繼續受聘。上百個國泰機師上星期三再次雲集，商討採取進一步的工業行動。機師工會雖然是香港眾多工會之中最有議價能力的一個，但是仍然有51位機師在工業行動期間被解僱，勞資雙方繼續拉鋸，關係仍然惡劣。至於一般市民，他們都覺得機師薪高福利好是既得利益者，輿論支持薄弱。全球化的進程裏面更多出現的就是一種分化的或者一種割裂的，包括我們的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生活方式的差距越來越大，互相的不理解越來越嚴重。抗議血腥鎮壓，反全球化示威者，抗議血腥鎮壓，反全球化示威者，反對富豪瓜分世界，反對富豪瓜分世界，抗議意大利政府，抗議意大利政府，血腥鎮壓，血腥鎮壓，反對全球化，反對全球化，反對富豪瓜分世界，反對富豪瓜分世界。作為香港市民表達一個意見，可以表達，因為你可以向街表達，我哋唔介意，但因為我有其他，我見到我有，我哋而家讀，而家讀信，唔好俾字啦，你。但是當我們再想回的時候，其實全球化正正就是一個這樣的現象，就是全部人和人之間都沒有什麼一個很密切的關係，純粹是向一個很經濟做一個出發，向一個利潤做一個出發。但如果當我們那個全球化，我們的社會的改進，我們社會那個發展是向這個方向去做的時候，其實是不是我們都想見到的呢？即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叫他們不以這個利潤至上，因為即你不賺錢你就要執笠，即係你可以同啲老闆講啲咩咧，我就唔知啦。即係對企業嚟講，當然你做你嘅利潤係一回事，但係我相信我哋唔希望我哋嘅社會淨係去走企業想我哋走嘅方向。喺依家咁嘅情況底下，政府同埋提商家已經企埋一齊啦，佢哋又推動緊成個地球轉咁樣。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咧？咁其實我哋係呢一大扎受壓迫嘅市民，或者是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民，我們都應該連結起來，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訴求，例如我們要講平等的全球化，講社會公義的全球化。那我們怎樣講這個困局呢？即會不會是太過強調了這種全球化鼓吹者所講的那種理解，就是全球化是已經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了，越來越一體化了，越來越競爭性了，因此咧就無可避免嘅呢種趨勢，咁而反對者可能咧就正係由於即係都係呢一種理解咯，就反對呢一種趨勢。但咁嘅討論咧，我會擔心咧有一個困難咧，就係將全球化睇成一個即係好似係好統一嘅、好無可避免嘅一個現象。但正如我頭先講，其實全球化咧係唔係一種一體化嘅現象，係即係令到社會咧是越來越分化的，包括在經濟上，包括在不同的生活上面環節上面都越來越分化的。L'economia deve servire al benessere di tutti e non al profitto di pochi. And then they have some principal point in their view that the economy must help and serve society. Puoi ridirlo questo che hai detto? Il benessere di tutti e non il profitto di pochi.其實同 Sandra 傾談之間咧，佢講咗一樣嘢好正嘅，因為其實我記得我唔知喺邊度睇過咧，中文咧經濟，即係而家我哋一般諗講起經濟呢個字咧，就係賺錢，係嘛？經濟賺錢啦咁樣。咁我唔知喺邊度睇過有一啲古文咧，經濟原來佢本身意思咧係經濟濟民，即係佢要去處理呢個咁嘅啲資源咧，係應該係提供一啲嘅人民咧係一啲嘅福利嘅。咁我哋而家對於經濟嘅理解咧，其實係已經慢慢俾跨國公司嗰種嘅思維咧，已經係變成就話賺錢。我哋漸漸忘記咗，我哋咧係應該係為咗啲人民嘅福利而去用我哋啲資源。我是要拒絕而家嗰種嘅主流嗰種嘅文化，主流嗰種嘅經濟模式嘅話咧，
我的信念就是去創造第二個空間，做不做到的話是其實沒有人知道，只不過就是說這個是既然我生活取向是這樣的時候呢，那我就去做，那多些人一起做的時候到最後滾出來的東西不知道的，但問題就是說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都有講到的，而今天有成300,000的人上街頭呢，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不斷不斷累積出來的工作，不斷很多不同的教育啊，提供不同的資訊啊，令到呢多些人關注這件事，而覺得是需要呢採取一些行動，就算沒有實質的活的一些的另類 的計劃都好，他都要走出來告訴你，就說我不滿意你現在這樣的做法，我要出聲。美國教授 Michael Hart 和意大利老學運領袖 Antonio Negri 合著的帝國 Empire 被譽為新世代的共產宣言，嘗試從一個新角度去看全球化。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帝國，沒有中心，沒有疆界，不斷擴張滲透全球。這個帝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控制，但是它是屬於大眾的。我們不反對全球化，但是由非民選的國際經貿組織鼓吹的全球化，我們反對。